由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持召开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以及戒心经说真谛首发式于3月23日在香港大屿山国际博物馆盛大召开。当天的大法会热闹非凡，盛况空前，人山人海，难以数计，成为香港史无前例的宗教大会人潮。仅就来自世界各地的寺庙、佛教团体、文法中心等就有28000多个机构，出席人员更是不计其数。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圣德隆慧大师和金刚宝座寺及闭关中心住持圣德扎西卓玛活佛在本期的天下纵横谈中戒心经说真谛，请关注天下卫视国语台周日晚6:30天下纵横谈。